华人聚集的南加州卖台式饮料的还蛮多的，不过如果要跟台湾零时差，喝到台湾当地最流行的这些新款的手摇茶并不容易。那么现在在罗兰岗附近有一家台式小吃店，把台湾最夯的黄金比例的翡翠柠檬茶引进了南加州，带你来看看。走入这家位于罗兰岗附近的台式早餐店，装潢温馨又可爱，天蓝色的色调让人心旷神怡。桌上人手一杯是道地的台式手摇茶，而这杯覆盖着绵密泡沫、茶色呈现金黄色的是台湾最热门、曾创造排队两小时盛况的黄金比例翡翠柠檬茶。黄金比例就是说它糖分跟那个柠檬的酸度，然后刚刚恰恰就是说。会不会太酸，也不会太甜，然后那个比例刚好就是 perfect 那样子。黄金比例翡翠柠檬茶现场做给你看，先倒入新鲜茶，再加入一整颗的去皮柠檬，加入糖和冰块后，酸甜正好的招牌饮料就完成了。零时差贩售的还有加入鲜奶的拿铁系列，日月潭红茶、铁观音、桂花乌龙、翡翠绿，一片片完整的纯正茶叶是老板夫妇从台湾亲手带回来的。我们这一次就是回台湾，台中、台南啊，都找了很多地方，然后我们也试过很多种茶叶，然后我们挑到就是说我们觉得很 perfect 的茶叶，然后带过来给 LA 的朋友。带了台湾茶，也延续了台湾人的人情味。业者因应炎热天气，推出周一到周五下午三点以后，第二杯手摇茶半价活动。除此之外，业者还全天候供应台式早午餐，丰富的猪肉蛋汉堡、健康的总会三明治，还有各种台式简餐和小吃，道地台湾味一样也不放过，要让海外华人零时差回味台湾味。东森新闻马丽婷、殷宏文在洛杉矶的采访。